佛陀的教育是行菩萨道，行菩萨道呢，那就是入灵观呐、啊，度了解世间事啦、啊。不只是了解世间事，就是爱去探讨人间到底是虾米苦，苦的源头是安怎入来的？所以，这是佛陀教育咱修行方法，入灵观去啦。去做研究，是啊。早期我就是逐个月出门，出门去呢，就是去复查，去看人所帮助的人啊，也未帮助的以前。是什么原因啊？帮助的过程了后，现在有改善也无？真的，就是安尼真详细啊，家家户户去看。迄当阵，该行的路我拢行过啦，不管是山顶。也去哩啦，乡下也行过啦，搁较贫穷的地方，我也弄入去啊啦。迄草啊厝，起一边啦，无法度打头停乡入去，还是呢弯了腰啊，弄入去啦，赶快爱入去看。壁角边啊，鼎呢是放伫砖啊顶，砖啊呢是贴起来，下面镶着汗渍钉，拍打的汗渍钉呐。鼎顶呢咧滚呢是汗渍巾，哇，同款安尼入去。看伊伫咧做啊，啊，就是汗渍钉、煮汗渍巾，即款的环境我也看过，所以呢，了解啊，人间疾苦，真苦啦，何况呢，阁是破病人。实在苦，这些病痛苦难的众生，在佛法来讲啦，啊，就是如是因啊缘啊果啊报啊。回过头看到一群几那位啦，对伫我的后边。这群都是要救人的人，那就是菩萨。我都叫一个一个弄入去看一个啦，爱入去体会、了解对众生的疼惜，让因艰苦地服。这大家人更加发心，启动自信。这。也就是讲，咱学佛啊，佛陀教育咱，爱将咱本性开发，开发本性，学佛入人群来，看人群的疾苦，人群真苦啊，看看讲。多一个所在有灾难呐，自这人去啊，看啊，看到了后啊，真苦啊，
赶紧给揽来笑笑嘞，大大嘞，该安尼抚慰，真嘞，这是菩萨，菩萨因苦众生，苦难的众生，要安怎给抚啊？呼呼疼疼的啦，笑笑不甘嘛。所以讲，打起天下的美罗，也就是安尼，好因呢，苦难呐发泄出来，因需要什么，那爱来满足因所需要，这呢就是爱负起责任来啦。菩萨就是安尼，陪伴众生啦，这种爱发自内心，叫做自性功德，不是被动，是咱人人本具的佛性。人人本具佛性，咱凡夫啦，要修行佛。你一定要力行菩萨道，去积功累德，看看一点一点去积啊，把这个德呢累积起来。所以菩萨啊，人间生生世世诸佛啊，要会当成都有。过去生的过去生，那无量生就是爱行菩萨道，除了救济众生，还要在道场呢历练、历练、供养、恭敬、尊重。我常常讲，感恩哦，尊重啊。长远啦，四信有东莞，有上海，因去到江西，去九江，入去看灾啦。一去呢是七天的时间，路途中呢，因去团经验啦，和遐个较新的委员。在资深的委员，遥远的地方呢，来到迄个所在，江西，那因去个教，陪伴因去看灾啦，怎解连线呐、啊？那九江迄个所在的委员、主席呐，来分享呐、啊。因看灾的过程，这都是拢总大家人彼此尊重，那互相的感恩呐、啊。这总是呢，菩萨这个团队啦，不管偌远，他同款呢，如规如律，这个规矩啦，因。伊嘛搁伫线上啊，伊讲感恩哦，感恩师父啊，会当有安尼个组织，互阮有机会感恩呢，资深个委员来甲阮带，互阮呢会当了解规律，知影规矩，要安怎样去看灾去救助。这就是同款团形回应，这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安尼呢可以做得到。所以讲，从内心啦，迄、那个深处呢，本性，安尼给开发出来，叫做自性功德。自性功德呢，是
重重无尽啊！一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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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这方法啦，就是讲法啦，是真深，所以哎，不断不断安尼呢，一直深入落去，所以讲起来，爱无底洞啦，爱是真深啦。嘛真快啦，也嘛是生生世世，所以讲重重无尽呐。咱来培养这点的爱心，是顶顶顶顶无穷尽呐。这就是菩萨心呐。